少场数667场，达到800安的球员，史上第二快的打席，2549个打数哦，第二快的打数，第三快的打席，2876个打席，敲出800安，9-2了，林志胜，谢谢。13场比赛没有全垒打，而且呢，这个缺席了26场比赛没有比赛之后回来的第一战，轰出了3分炮，第9号的全垒打出现。有运动选手就是在写记录了，容易了，今天这是非常难得的。那在800安，然后又形成一个全垒打，又有3分的打底。美国职棒的 Jeter， 洋基队的 Jeter， 3000安就出现一个全垒打。但 Jeter 不是以全垒打见长的。那林志胜，哇，13场比赛没有全垒打之后，两好三坏满球数，这一棒轰出去800安。哇，这也证明他赛前讲的，我百分。